第一步我们已经实现了吧，第二步就启动多聊线程，是不是下载了啊？好，那我们进到这里，来看我是不是要启动多聊线程下载啊，就在这边启动多条线程下载。好，到底启动多少条线程呢？我们规定一下，启动三条行不行？所以我上边我就定一个常量，线程的条数。好，三条线程，三条线程，那我是不是要启动三条线程下载啊？所以我就干什么呢？ for 循环，每次循环启动一条线程下载，明白？那我们 fo 啊 for 循环，把这个 thread count 传到这里。注意，这个线程是从零开始的吧？哎，那我们这个零就表示第一条，就是第零条线程，对不对？一的时候是第一条线程，二的时候是不是第二条线程，最后一条线程啊？它不能等于三吧？对吧？好，然后我们这里边启动线程下载，对吧？启动线程下载，我们就会六一个 thread， 对不对？好，但我就既然要下载的话，我就这样做了。我就专门写一个，专门写一个类 ，PIVT private class 叫 download thread thread extends 。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们在这边 run， 够了吧？好，就是下载的线程。但是注意，我们是不是有多条线程下载啊？你每条线程下载哪一段，以及当前是哪一条线程，你是不是需要知道啊？所以我们这样，哎，那一会儿他要让这个线程跑起来，是不是得溜我这个 download thread 啊？我就这样了。我在这里边，我把我这个构造函数搞出来，我这里边接受这几个参数，第一个 thread ID 是不是线程 ID 号啊？第二个开这个线程下载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个下载从哪开始啊？然后还有一个 end index 是不是到哪结束啊？好，那我们就写this 点 thread id 等于你传进来这个 id 当当，第二个 start index 等于你传进来的 index start index end index 等于你传进来的 end index， 能不能看明白？好，然后这样创建是不是 OR 了？好，那紧接着每一条线程以及具体的 ID 号以及开始索引结束索引是不是都有了？那我们就这里可以这样写了，我不是每次启动一条线程吗，我就溜一个 download thread 吧，然后开始索引是不是就是这个 i 呀、啊？然后 start index 然后 end index 是不是你要求出来啊？那注意 int start index 等于什么呀？我们刚刚推的公式是不是thread ID 乘以 block size 啊？好，那你还得把什么呀 block size 是不是确定下来 int block block size 等于 length 除以 thread count 是不是这样？然后 block size 就有了，等于 thread 注意不是这叫是不是 i 啊？但写 i 的话有点不太好，我们就把它搞成thread ID 行不行？这个看得多明白啊，对吧？ thread ID 长义呢
block block size 是不是 all 了？然后当然，那这下边这个 i 是不是就得换成 string id 啊？好，那这是开始索引。然后还有一个呢，结束索引。那 int end index 等于 thread id 加上一乘以block block size 再减去一，是不是？好，正常情况下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注意 if 如果是最后一条线程，是不是得认识减一啊？ if 注意 thread 这个 id 它等于这个thread count 减一，说明是最后一条线程的吧？那我就什么 end index 等于这个 length 减一，明白吧的呀？好，这就确定了。确定了之后，大家来看怎么样？好，这里边我得点 start 一下，是不是就开启了一个线程了？开启那个线程，注意这是什么意思啊？好，注意我这个代码是不是写了一个 main 函数里边 ？main 函数 static 吧？一个 static 里边我直接访问，那访问new这个类的时候它也得干什么呀？ static 吧，这是 all 了。好，行，然后我们知道你这里一new点 start， 那这个开始，那这个下载的线程不就启动了？启动了之后是不是会执行这个 run 方法里边的代码呀？然后我们这里边就打印一点，来我们看一下第thread ID 号线程下载，开始索引，start index， 是不是叫 end index 啊？好，我们来运行一下看行不行。走啊，第零号线程是不是下载零到二的？第一条线程是不是下载三到五的呀？第二条线程是不是下载六到九的呀？好，有些哥们会质疑我，说老师怎么不对啊，你不是先零后一后二吗？哎，因为线程它这个运行是不是抢夺资源的呀？那 CPU 来回切换的，是不是？哎，它是随机的。好，行，那我们走到这里，我们就来看是不是需要去下载了啊。